真情流露 ，thank you。系啦，再食再食饭先。欢迎大家嚟到十八届嘅美食嘉年华呢度。系啦，今日我系 Adam， 大家好啊。咁啊，今日啦，同埋嚟紧十月一号咧，都仲会有我啦、阿 Joyce 啦，同埋我哋嘅鼓手啦，系啦，阿叶咁啊，佢今日就系负责今日嘅真系啦。咁啊，亦都会同大家留喺度，七点到七点半嘅时间会同大家喺度有呢个 live show 嘅表演嘅。系啦，咁啊 ，let's go 啦，咁啊，带俾大家你哋张学友嘅真情流露 ，thank you。
張學友嘅《真情流露》，thank you。好，咁啊，問下現場觀眾先，大家有咩歌想聽啊？因為話咁快咧，又嚟到今日嘅最後一隻歌。問大家先，大家想聽快歌定慢歌啊？快歌，快歌。張學友啊，我朗，真係嘅。真係想聽我朗先。好啊，好啊。咁啊，多謝觀眾嘅點歌，係啦，我都估唔到要玩呢隻歌，好帶俾大家。咁啊，嚟自張學友嘅《卧龍傳說》，thank you。
俾大家係非常真係冇聽過嘅，留俾大家嚟自有張學友嘅《火龍傳說》啦，係啊，咁啊好，誒，再次歡迎大家嚟到十一屆美食嘉年華，係啦，介紹翻先，我係 Adam， 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亦都有鼓手啦，阿葉啦，係啦，咁亦都頭先我哋嘅 vocal 阿 John 手開俾大家聽，係啊，跟條咁啊，係啦，咁咧就誒冇錯啦，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表演就係呢隻唱只歌啦，係啦，咁啊。同埋咧，我哋十一月一號咧都會再喺度有 live show 嘅表演嘅，咁同時都係誒美食節嘅出嚟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多啲嚟啦，係啊，睇下點嘅攤位啊，去食下唔同嘅嘢啊，係啊，咁樣誒好，咁啊，再次多謝大家，咁希望大家都好 enjoy 今晚呢個表演啊，係啊，多謝，好，咁啊 ，thank you， 我哋下次一號我哋再同一時間喺度見，好 ，thank you， 多謝你，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thank you。